哈喽，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舌头亮哥。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在2019年进行的国际泳联世界跳水系列赛北京站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的比赛。而今天给大伙介绍的主角就是来自我国的张家琪和卢维现在的张家琪年纪才只有十五岁，而卢维年纪才只有十四岁。本场比赛，他们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朝鲜队。比赛开始后，朝鲜队第一跳发挥非常抢眼，这一跳他们得到了52.80分，占据第一的位置。但我国的张家琪和卢维在第一跳的时候发挥会更加好一些。 只见这一跳，张家骥和芦苇不管是动作同步性和入水水花方面都控制的非常好。这一跳他们得到了五十四点六零分，逆转占据第一的位置。其中有一位裁判直接打出了满分十分。但是谁知他们在第二跳的时候又再次爆发了。第二跳他们使用难度系数二点零的三零幺 B，只见这一跳他们空中动作和入水都无可挑剔。这一跳他们得到了五十七分的高分，继续巩固自己第一的位置。其中有六位裁判都打出了九点五分的高分。 其中有一位裁判再次打出了满分十分。在第三跳的时候，张家琪和卢威依旧还是非常不错的，完成了这一跳。这一跳他们得到了七十八点三零分，继续占据第一的位置。前三跳结束的时候，我们中国队已经领先处在第二的朝鲜队十二点九零分了。接下来的比赛就变成张家琪和卢威的表演赛了。在第四跳的时候，张家琪和卢威得到了八十一点六零分，继续巩固自己第一的位置。在最后一跳的时候，张家琪和卢威组合更是得到了八十二点五六分的高分。 最终，张家齐和芦苇组合以总分三百五十四点零六分无悬念夺冠，朝鲜队以三百二十五点八零分获得亚军，二者相差了近三十分的差距。张家齐和芦苇这三百五十四点零六分也比他们在上一站的日本站中多跳了近十五分，也相信张家齐和芦苇这对组合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期待。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我是常年咬字不清的大大舌头亮哥。嗯嗯嗯嗯嗯嗯